起来，打折过去之后不再来。我真菜，就站在起来，各种品牌我都买回来。二哥电话。二哥，我一天换仨电话号码，你怎么还能找着我呢？不就欠你6000块钱吗？我知道二嫂管你管得严，你今天晚上回去要不把6000块钱给他呢，他就得打你。我今晚上肯定给你送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我天，吓死我了！二哥的媳妇太凶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二嫂母夜叉呀，这是。又交不上房租了，咋跟大康交代呀？您回来了。我也不想回来，主要是没地儿去呀。不就让你交点钱吗？干嘛呢？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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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过来吧。哎，好。利息我就不要了。不是利息，是房租。我一屁股坐死你得了，你不就是刚发的工资吗？钱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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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剩5.6块了。都随礼了吗？6000块钱工资都随礼了？那不大胖子生孩子随3000，生个孩子你随1000就得了，随什么3000块钱呢？你三胞胎，那还有3000呢？二胖子复婚随2000。哎，我记二胖子结婚你不才随1000块钱吗？对呀，复婚就是二婚随2000，还有1000呢？三胖子乔迁之喜你不随1000吗？他一个乔迁之喜，你就随200块钱不就完了吗？随什么1000呢？那不头四回搬家咱没给吗？这回一气儿就给齐了。他都交5回钱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！你这都什么胖子朋友啊？这是啊？不止我一人，大家差不多，那少了随1000不够朋友。是，你是够朋友了。你来，你看了吗？看，啊，我今儿春节购物。是借人二哥的6000块钱，二嫂对二哥管得严极了。今儿晚上二哥要是不把这6000块钱还给二嫂，二嫂就得抽二哥，就得抽二哥打120。二哥但凡要打120，我就得打110啊。为什么呀？废话，他媳妇抽他不得抽我吗？你甭废话，你现在给我想办法。我想不出办法来啊。你欠我钱，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啊。我想半天我也没想出办法来呀，我。哎。你生孩子呀，你生8胞胎，你不光挣回来6000，你还多挣2000呢。我生孩子我有那设备吗？我你是没设备，你先复婚不就有设备了吗？哼，你复婚，你先复婚，复婚让他们嘴里头婚都没有，还复什么婚？哦，那你就只剩下乔迁之喜了，好吧？你就从这儿搬走，让他们给你随礼好不好？从这儿搬走吧。哎，搬走这行哈。啊，这房租不就不用给了？对呀，你还不能走？你走了，我找谁要钱去了？你装病啊？你装病，他们不就都来看你了吗？他们一看你，一随礼不就得了吗？装病不管用，顶多给俩果篮，也不顶钱用啊。那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做表率，我给他们做表率，他们但凡一来，我先给你2000。拿来呀，拿来。你有意思吗？还行。还行个屁，你一年没交房租了，我再随你2000是吗？那个你手机呢？干嘛呀，在这儿呢。那个你们单位一般谁张罗这事儿啊？于主任。啊，你给于主任打电话就行了。我才不给他打呢，这我给打电话说这干嘛呀？我打。哎你别瞎闹啊。你们单位主任挺有意思啊，余则成。哎你别，哎，打过去。大哥，哎，喂，啊，我是那个小贾的房东大康，啊，对，小贾病了，是病得很厉害，
啊，什么？您要过来看看的？啊，小贾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您非得来啊？啊，您非得来，那就没问，那行，您过来看，我等你。好嘞。哎呀，余则成，我们主任来了以后，我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，全是你干的。我告诉你，小贾，电话号码是从你这电话里找到的，电话也是从你这个手机里打出去的。我还跟你说吧，现在说好听了，咱俩算同舟共济；说难听了，宝贝儿，你这是上贼船容易，下贼船难。装病？不是我装什么病啊我？哎呀，你就装，大小你装一个就行，你就装一个发烧。我不烧，怎么发烧去？我让你烧起来。这个呀，过年的是写春联，剩了点红纸。哎呀，这就行了，哎呦，你看看这烧的，那眼睛瞪这么大，你也不像发烧的呀。我不烧，眼睛可不就这样吗？小贾，你看我，看着我。哎呀！哎呀，你输了吧你？这眼睛迷离，这就像了，这就像发烧了。我以为你锅也不烧啊。我得让你发发号，你等我啊，等我。哎呀，小贾，怎么样？你拿辣椒干嘛呀？让你发发号啊。这不辣，这辣。这不辣，不辣，不辣是吧？我能骗你吗？好兄弟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你尝尝。最近呢，我们公司好多人为了躲避加班，纷纷装病。我估计小贾也是这意思。昨天还好好的了，咋说病就病了？哼，今天呢，我好好试试他。来了。你好，哎，你是？我是小贾的房东大康。哦，你大康。您是？余则成。啊，余主任您好。小贾怎样了？小贾在这躺着呢。啊，哎呀。哎呀，这字儿烧成这样了，你赶紧看看吧。好家，哎呀，这脸烧的呀，哎呀，哎，这怎么还掉色呢？这？他可能就是烧脱皮了吧？就是、他又不是蛇，脱啥皮呀、啊？吃药了没啊？他一发烧就赶紧给你打电话，还没来得及吃呢。这怎么行？家里有药吗？家里那个应该是……我就知道没有。啊，是我带着呢。你带。治咳嗽的哈、啊、是，治发烧的啊，治脚气的，治痔疮的。那个主任不用再拿了，痔疮药用不上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最近我们单位得啥病的都有，这叫有备无患。那你也不至于出门带这么多药、啊，让你见笑了啊！在来公司以前呢，我是卖药的。来吧，赶紧吃药吧。啊、来，吃，小啊，这还摆手啊，这不吃啊？小贾怎么能，您的药他怎么能不吃呢？小贾的意思是说呀，啊，五种一起吃啊，这就对了，一起吃。来，先吃这个，这个呀是治疗感冒的。来，啊，这来，哎，喝水，快。我明白了，嗯，病得不轻啊。是，得了，那我赶紧的跟公司汇报啊，就说小姐病了。您赶紧汇报，你赶紧汇报，辛苦您了，于主任。不客气。好，我送过去。都看见了吧？装病，我给经理打电话。于主任，我没病。你还把于主任叫回来啊？我没病。有病。没病。有病。没病。没病，你这样辣的。小贾来，快坐。哎呀，我给你倒杯水喝吧。小贾，就这回啊，这就算妥了。
你们主任回去给你在单位一宣传，我直接做一表率，给你2000，直接咱钱就到手了。钱一到手，我成骗子了。哎，对，电话，你们经理。哎，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，对，啊，哦，对，你好，经理，啊，对，他是病了，您不相信？哦，鉴于小贾因为逃避加班而装病，准备罚他500块钱。忘了，他没说随礼的事儿，他就说罚你500。全是你整的。我说我们经理承认错误去，我的。我站这儿。你去给你们经理承认错误去吧。你啊，你们经理正在气头上呢。你这大舌头去了，还别！你们经理不光罚你500，就罚你2000，工作可能都没了。去吧。那我咋办呀我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将错就错，将错误进行到底。但凡这回要装得像。不光这500块钱不用罚，还得有很多人过来给你随礼。这礼钱一到，我一还二哥，你也不用乔迁之喜，万事大吉呀、啊！好你个大康啊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个东西呀、啊！我不装病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哼，你打电话我也不做。于主任，我是那个是小贾的房东大康。不是您别不看了，您这回再过来看看，啊，您看，不是您一定要过来看，啊，您马上回来，啊，您就在楼下啊，啊，行，好，你赶紧上来，赶紧上，快，我等你，好嘞，打完电话了，啊，装不装？不装。小贾，你怎么老这么拧啊？你这回要不装可就完了，知道吗？他但凡上来一看你没病，但你就是真骗公司了。你要真骗公司了，真的你们经理保不齐就把你开除了。但凡把你开除，你没钱还我，我也没钱还二哥，我没钱还二哥，我就只能让你乔迁之喜，在北京你就没有地儿住了。那也不装。不装是吗？哎呀，我说大扛啊，小贾怎么站起来了？他病了。不就是发烧吗？他僵硬了呀，他这回是僵硬，他浑身僵硬，他属于这个肝硬化、肠硬化、肺硬，浑身都硬化。你多硬？你看多硬？你小贾，你硬，小贾呀，我的好兄弟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前方的路一起走，哪怕是河也一起过，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？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，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。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小贾，你可太可怜了呀，小贾，一点直觉都没有了。他没有直觉了。没事，我能治。你们经理怎么还不心疼你？我看你浑身硬。这干嘛呢？小贾，我哄你说，你现在要是起来呀，咱就既往不咎了。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装病，可就不是罚500的事儿了。他真不是装病，于主任，绝对是僵硬了。还不起是吧？啊。起，眼看就乐了。这装啥呢？这谁乐呢？我。这样吧，我是我刚才了。好，再试试。我我做做起跳反射。好，您试试。呀，您这小锤行吗？有道理。哎呀，
还真不动啊？是是是，他不信呢。于主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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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这，您这个样撒上去，他就不是硬了啊，他是碎了。看来比我出绝招啊！不是他真是你病了，你怎么不相信呢，老师？就不信。您等会儿吧。好，您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？这都不知道吗？啊，这叫电极心脏起搏器。您能听吗？你放心，在卖药之前呢，我是个专业的医生，电工。电工。行行行行，你放心，这回坚持住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扛过这一关，我们所有的钱都回来了。好，兄弟挺住。来到最大功率。是是。小贾，我哄你说，你现在要是不起来，等我这一下要下去，你是再想起个都起不来了。你起不起？你起。好小子，还真挺得住。喂，王爱玲，大扛啊！啊，我哄你说吧。是，你说，看来小贾呀，这回是真病了。我就说的，是不是真僵硬了吧？你可不知道啊！啊，我就拿我那个东西吓好了不少人了。那我赶紧跟经理解释解释，小贾是真病了。这就对了。哎，我先走。这就对了，于主任。于主任，你一定要让你们同事早点来呀、啊。为啥呀、啊？晚了，估计这都挺不住了吧？有道理，对吗？我赶紧打电话。快快快快，于主任，于主任，你慢走。哎，谢谢于主任。小贾，小贾，小贾，咱们这就算成功了，知道吗？还拿这玩意儿吓唬人？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这玩意儿能管用吗？开玩笑，打你，打你，打！小贾。小贾，你们经理电话，你们经理的电话，呀，喂，啊，经理你好，是小贾真是病了，他鉴于小贾这种身体状况，出国这次就不让他去了，啊，不是他不是你经理，小贾。你醒醒，小贾！你醒醒，小贾！哎呦，我天哪，这回可毁了！哎呀，你可算醒了，小贾！小贾，我一声不吭。你们经理相信你病了。啊。也不罚你500块钱了。哎，开心不开心？所以说，他说基于你这种严重的身体状况，这次出国的机会，你就不用去了。啊，怎么了？经理承认错误去啊！等出国回来，涨2000块钱工资的。那走，不行，不要分子钱了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脑子呀，那个，哎呦，小贾，快去，上哪儿了这？经理啊，让我通知你啊，这回啊，鉴于你这个情况啊，你这出国学习就算了啊，等下回来。主任，快说，我身体没病，我能出国。能出国？没病啊。我错了，我就是为了收李贩子故意装病骗你的。你错了，对，错了，你是错了，对，不就是出国学习吗？干嘛有病愣成着没病呢？好好休息啊！这次机会没了，下次啊，当然了，像你这种身体状况，估计也没下次了。好好养病吧啊！这中间都是我搞的恶作剧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说他装病谁信呢？他真是装病呢，装病啊！啊，你让他走两步，你走两步。哎，我你看看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不是，主任，彭程结婚，明飞爸爸过生日，明春小孩升学，张康小舅子当兵，王凯乔迁之喜，旭明家老母猪生崽，欢迎于主任大驾光临。完了。这月工资又泡汤。不是，主任，你这怎么？小贾，主任，小贾，大康啊，不是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
不是，二哥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不是不还你，他是有理由。妈妈呀！大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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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是来谢你的。我跟你嫂子结完婚以后啊，每个月都掏份子钱，得亏你把我钱要走了，这个月一个没掏啊，听见没有啊？醒醒啊！大康，大康，大康，起来呀、啊！这小假车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拉我！啊，你，啊。